前面的这个邻居家里啊，现在师傅们的话都已经过来了，我们走过去啊，带大家先认识一下这个师傅啊，可能有很多新朋友啊还没有见到过这个师傅的真容啊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开始杀猪了啊，然后给大家讲的这个师傅啊，就是这一位啊，师傅的话他干这个行当干得特别早，八九岁他就开始干这个行当啊，现在要开始抓猪去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看好戏啊，之前给大家拍他杀猪的这个视频呢、啊、这个播放量都特别高，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杀猪的这个播放量总共有3亿次了啊，现在要准备开始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师傅他们了啊，总共就是4个人，这个是老六啊，这个是老二，老二的话是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，特别不怕脏的一个得力助手啊，师傅的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去另外一边吧，就在这个里面啊，等一下要把这个猪啊从这个猪栏里面牵引到这一边的啊，都已经过来了。好戏马上开始啊！有警察！那你要是跟我这个现场直播没带好哎，那就刚刚老实话，那就没得人带得好的，这个咋整算的？那我也是监督你的啊，你给我看现场。Thank you.